是别人口中的坏人，有些安排注定就该要发生，不是叫你认分，只是爱是缘分，你微笑的痛我继续疼了，我以为的伤口测不出你雪藏的那面，该怎么进退？你狼狈发言，那些语言都成了亏欠。做呢個演唱會咧，都真係有壓力嘅。我好記得我對上年係咪咧？上年可能好似有一個可能類似 music festival 定一個總之表演嘅機會啦。咁叫我唱半分鐘好似，咁我即刻拒絕咗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做唔到，因為我覺得啊，我唔夠時間練喎，我唔夠歌喎，我做唔到一個半個鐘嘅 performance。啊，九個字好似 sorry， 跟住花姐話：喂，你歌手嚟嘅，你九個字你都 say no， 即係仲要有錢嘅喎，係嘛？咁我就話：喂，得我真係我唔想啊，即係我唔想係咯，即係我寧願自己準備好啲先啦，不如咁啊！嗰陣時就好驚，同埋其實一直以嚟可能自己都對要。對表演或者對唱歌嗰樣嘢有個莫名嘅壓力嘅自己，即係每次咧，之前係每次都好緊張，次次都係臨安操前，臨表演前我就會冇聲啊，就會超緊張啊，就會覺得好大壓力啊，就會成個人咧細曬面，好搞笑嘅。即係花姐就話：喂，你係咪心情唔好啊？即係我覺得嗰日突然間就好似黑曬面咁。咁係，但係今次咧，我想講我真係一啲緊張都冇。我真係呢三場我都好熟，好 enjoy。咁點解會咁樣咧？我其實 day back 翻去係嗰次對上一次去馬來西亞，對上一次去馬來西亞咧，咁我哋有 rehearsal 啦。咁嗰次其實我都好緊張啦，因為要唱 Travis T 啊第一次。偷偷話埋俾大家知，我 Travis T 我錄音嘅時候係唱唔到一個 chorus 嘅，喂讀唔到啊！我唱不到我的音，咁嗰次我就啊，我想唱嗰首歌喎，咁嗰次好緊張，好驚，好驚。咁彩排完之後有一次moment 就係夜晏晝下午茶，咁老生就同我哋話佢傾下偈啊，就叫我哋一起食個 tea 咁樣。咁佢又同我講咗一樣嘢，佢話 Eden 啊，我覺得你個人好似冇咁開心。我覺得你個人冇咁輕鬆，我覺得你個人好繃緊。佢話你一繃緊咧，你就唔差噶啦。咁嗰下咧，我係少少嚇咩事啊？咩叫好繃緊啊？即係點樣啊？佢就話：唉咁啊算啦，你遲啲先啦，遲啲你就明噶啦咁樣。咁我就哦，係咪我太緊張啲嘢？太想做好佢。係唔想出醜，所以俾咗啲危險咯。佢話可能係咧，可能係。咁自從嗰次之後咧，我就好記得呢樣嘢。我就成日提自己，喂，不如試下嗰日鬆啲啊，鬆啲啊。即係大家如果有留意開，我都知道其實我係一個好認真底嘅人。即係我做嘢好認真，好即係我唔係我唔以下我就會。使用萬力係咁衝，係咁衝，係咁唱。即係例如我吉地上咗上堂，我唔記得多謝吉地，多謝吉地。
跟住就上堂，佢叫我，我就會哇，係咁樣就同你嗱，你慢慢嚟，你冇咁急。我個人好急好衝。但係老生呢番説話令我就，唔通我係咪唔使俾咁推得自己咁盡，係咪唔使諗咁多咧？然後另一位俾咗一啲諗法我嘅係阿張繼聰先生，阿聰。可能佢拍電影嘅時候同佢好多交流，問咗好多啊做戲嘅嘢，問咗好多唔同嘅表演嘅嘢。我話哇，好似表演得好緊張，好似都做唔好喎，即係。係咯，即係成日都performed得唔好啊？點解會咁？佢就話其實你喺度表演，你唔好諗呢啲嘢。你喺度表演，你一定要 enjoy， 你一定要 deliver 你嘅 message 俾人。你唔好諗，你就做啦，盡做啦咁樣。咁佢哋呢兩位前輩，呢兩位仁兄嘅意見啊，一路喺我腦海度。咁所以去到今次演唱會咧，我就真係嘗試喂，我試下唔好諗咁多啊，我試下鬆啲啊。咁。原來真的會好一點，所以而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應用在很多不同層面上，就是在生活很多地方其實都對，就是其實你個人鬆，你個人不硬斑斑，不敢 care 所有東西，其實可能你個人都輕鬆一點，舒服一點。第二件事就是我想讲的，就是我觉得做人呢有一样很重要的是一定要知足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其实即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哇，你们现在做明星啊，又有 fans 啊，又赚钱啊，哇这么风光，你们平时你们日日一定很开心啊。但其实原来不是想象中咁開心，即係你唔係每日起身就喺度我明星，冇呢回事。因為人咧係好貪心，即係你好想做要嗰樣嘢，你得到咗之後，你過一排又冇咗嗰個感覺嘅。你只會不斷地想要更多，想要更多，想要更多。但係我覺得呢個過程係冇終點嘅，即係你。很無謂，即是你沒必要不斷去追一個不知追去到哪裡的 point。 而其實如果你每天都知足感恩自己擁有的東西，其實你個人會很開心，開心我都會輕鬆很多。即我經常都會想，萬一 touch wood， 我由這一刻開始沒東西了，但我都會覺得我都經歷了這幾年的東西，我都很夠，即我都很多人都經歷不到的，我都已經很感恩我擁有過我擁有的東西。所以我覺得那些人經常說為什麼 Eden 你好像很少不開心，我就是覺得因為我知足，就是我知道我現在擁有的東西其實已經是很好，我知道我身邊很多人很疼我，我知道做人不需要永遠都爭第一，不需要永遠都贏，其實自己舒服，自己開心就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